所以，但係呢個係冇辦法嘅。你所有嘅招式咧，都係嘅，你冇可能冇，冇可能冇，冇可能冇個手啊嘛。所以，但係我哋呢個孫咧，得成功嘅地方咧，都就係介住個手，就費事撞親，因為嗰啲其實好多都係冇用嘅。咁嗰啲喐嚟喐去嗰啲咧，就越年輕就梗係越着數啦。 我哋都係一個。
技術上是有困難的，所以變成你講離手會縮的，那個人會縮的，還有呢、你那個我們不准找人，所以呢他是低一下的，多一下呢他一定一是中一是什麼，所以變成你講你不讓人抽回你的轉頭，即是不讓人找就抽不住，所以變成你講他另外一下呢就會扭打了，其實就即所以點解佢哋一定係要，佢哋一定係要協助大家。咁第一係如果你即係平時開，可以嘅，但係呢個咧就係牽涉我哋，即係我哋唔係牽涉個比賽。平時互動咧，你梗係要順到人個腳，即係有個反應喺度。咁但係。其他人咧，即係嗰個就即係我哋個比賽都定性定性咧，
如果你一參雜咗多一個勁法，因為你嗰、那個我有諗到嘅，我將我諗咗，我有個解決嘅方法。我唔緊要，其實誒幾幾時講？我星期。你而家係自由行，再過去。自由行㗎，我同老婆。你而家自由行，但係你都約佢啊，優生過嚟。優生見下面食個飯，因為出一陣。到你啊，到你啊，到你啊，到你啊。我呢個唔想將，照片咩啊？你5.9啊，5.9。